亚运会第六比赛日继续进行，中国在上午的比赛中狂揽金牌，目前以47金、33银、15铜排名榜首。日本上午还没有金牌进账，20金、23银、27铜排名次席，与中国差距越来越大。韩国11金、18银、24铜排名第三，中国台北3金、4银、9铜排名第十。中国香港拿下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，一金二银七铜升至排行榜第13。中国澳门一金一银排名第16。亚运会第六比赛日，中国运动员斩金夺银，向他们表示祝贺。下午重点比赛项目及夺金点如下，预祝中国健儿们取得好成绩。